林志杰出手受到干扰，小夫的长篮板拨出来，江东宪地板给球 Michael Singletary， 这一次的扑防来得及吗？照样被他命中三分球。上来防守辛特利，是辛特利，哇，这一次在篮底下挑得漂亮。对，第二一。五的位置高举高打，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。这一次辛特利能够轻松的上篮。辛特利，阿木的身高对他造成了影响，但是在外围干拔还是命中。这也是另外。好，志杰断球。林志杰自己带球过半场，面对林书伟往外分，辛特利外围的三分开火。小夫，阿木扑出来。打到前框，辛特利摘下这个进攻篮板，篮底下插板。外界哇，今天这个防守，这个火锅漂亮啊！真的精彩啊 ！Michael Singletary 抛投得分，面对李凯燕空中拉杆的篮筐盖火锅，辛特利把球救到，篮下再抢。还是没进，第三次的攻击终于有了。我说是叫硬要啊。两个。Michael Singletary 绕过小夫，弧顶位置三分出手球进。一分差。辛特利的烂仗来了，哇，现在可以打得进，真的坦克切入直接碾过去啊。好之外，其他都是大概195公分左右的锋线了。辛特利，辛特利用速度优势吃掉了戴维斯。辛特利绕过掩护，一个简单的小组配合，马上要了。Singletary， 哇，戴维斯防守直接拔起来，背靠背的三分球，哇，真的球星对决。